60秒。听这些老师说了之后，我真是茅塞顿开，就是听君一席话，胜读十年书。我感觉我以前做的那些事是确实是挺不靠谱的。我也感觉到刚才我那句说口才好那一句话刚脱口而出的时候，我一下就感觉自己说错话了，其实那根本不是我内心想表达的。然后我在这里就想给阿姨说，阿姨对不起，刚才是真的怪我。然后就我想给你说的就是，我这个毛病我肯定是慢慢得来改，不可能一次的，我以后保证不会再犯了。我对你肯定是真心的，我就没有骗过你。我这个吹牛吧，我现在承认我确实是有时候就是太爱吹牛了，但是我就是现在慢慢的我就会改。好，时间到，请亮灯啊！记住啊，你一定要记住，不管在什么时候，支撑你的一定是你的家人，所以也请你记住，不管在什么时候，一定做事情要给家人留有余地。所以你考虑一下妈妈的心情，你再想想你应该怎么做。好，两位请回，谢谢啊。哎呦，妈妈到后面去了，来请关门。刚才跟女生也说过了，不管什么时候都要考虑家人的感受，看看他们最后的选择是什么。来看他们的选择，请开门。所以我一直说嘛，这只是一个舞台嘛，这个开门和关门只是这个瞬间的一个选择和一个结果嘛，它并不代表生活里是什么嘛，但是它同时又是对生活的一个反向的检验嘛。如果两个人真的有爱，如果男生真的能够担起责任来，我相信在现实生活当中，如果他们是爱的，他们还会在一起。祝他们能够通过今天的节目领悟到生活的真谛，成长起来，然后抓住属于自己的幸福。